它飘进去了是吧？你看长得跟这个，这是幼虫像吗？这个是幼虫。这里。哦。这一个，这是个成虫。啊，它的头大了。对，成虫。它这其实有四个角。哎，它在动。在爬。嗯，那它在你眼睛里肯定痒痒吗？它动。天。这里虫卵。还有虫卵。 这个小尖尖，嗯，妈妈，在这儿，这是卵，虫卵，刚出生的。哎呦我的天！啊，在这儿还有一条幼虫，这个就是刚才掏的那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哦，这也是幼虫，对，这个小尾巴，四个了啊。哎呦，天哪！这里还有一个横着的，嗯，这里还有一个在根儿里边藏着的，你看清吧，隐约。 眼吗？在这里。好，正面往前看，我让你眨眼，眨一下眼啊！来眨眼，好，睁开，好，再眨一下，好，再睁开，好，坚持一下，不要眨眼了啊！坚持，坚持。 好，不要眨眼睛了，坚持坚持，坚持坚持，不要眨眼啊，坚持坚持。嗯，好干的，来这边。干了。嗯，你看啊。嗯。好，眨眼。好，睁开。好，不要眨眼了。这个药有点苦啊。 嗯，等一下，闻到鼻子、口腔里面都是苦的，它对身体没有伤害的，是消炎的药啊。这个是眼睛要睁开，啊，得睁着眼。 看不见了。嗯。嗯。它这个药有一点点苦，然后，等会儿。 然后试着这个眼睛热乎乎的，特别的舒服。这个过程要一直睁着眼睛，让这个雾跟我的这个眼球接触。擦擦脸。 闭着眼，放松哈，闭着眼。哎呀，能记出东西来吗？嗯，记出来了。哎呀，
下方其实还行，下方是有油。油也不多，上边。油不多，挤不太出来油。就是正常的，应该一挤滋滋冒油。太干了。歪头，手扶着这个碗吧，你洗洗啊。眼睛往上看，睁眼。然后往下看，然后往右看，往上。闭眼吧。这个手法，来往上看，睁眼。来往下，来往左，往上，闭眼吧。这个是除螨虫的啊。
这个需要敷一会儿。这个闭上眼。整个提取的沙螨虫的药。这就敷5到10分钟哈。敷一会儿，我一会儿给你擦。好，先敷了吧。每个人的这个睫毛根部都有螨虫吧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一般年轻人很少有。啊，好啦，阿姨，你摘啦。嗯，好。还挺忙的。啊。你自己的吗？下午就自己了。林瑶她现在有哺乳假，2:30就下班。啊，好像又开始疼开了。刚才那个药是不是进去了？睁眼。没事，那个进去也没事，闭眼行了。好了，睁开眼，起来行了。起来吧。哎，我这出汗了都快。